苗栗县清创团队在苗栗市街头利用洗购易的转印技法，在变电箱电杆上创作，这回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少了警察关心，大胆创作，把葱段肉丝放在变电箱上，料理出一道客家小炒，创意无限，也令人会心一笑。绿色图案代表葱段，橘色是鱿鱼，咖啡色是用酱油调味的猪肉丝，再加上火苗，发挥你的想象力，大火爆炒出一道变电箱客家小炒。我们也非常希望洗购易还有这些电箱真的就在生活当中更频繁的被看到，那尤其在这一次这个图案在市场的正旁边哦，让大家也可以开始感受到这个市场的文化，市场的内涵开始改变，然后大家可以欣赏在地的文化，在地的生活。苗栗清创团队共发，利用洗购易的创作技法进一步设计成为转印创作，还能够装饰电线杆，让苗栗市街道有了不同亮点。街头创作陈建成笑称，这回没有警察上前关心，而是多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民众的参与。这一次的创作呢，也非常感谢台电，然后还有苗栗市公所分别同意我们在电箱还有路灯上面来去做创作。那其实像这些都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申请，然后可以自己开始来去做这些改变。所以我们也在这一次有非常多的家长小朋友一起来做创作。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开始感受到，在自己的日常当中可以开始去行动，让自己的社区开始不一样。洗购易原本将水圳墙面当作画布，利用高压水枪冲洗出图案，转印技法让创作进阶也更为简单，希望将艺术融入在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